那接下来我脑海里面这个冒出了两个名字，我要做一下推荐哈。对于我来讲，在天赐的舞台上最重要的词就是切换，在各种身份各种频道间切换。我今天推荐的这组表演者，他们来到这个舞台也是一种身份的切换，他们由演员到歌手，体验着不一样的艺术人生。我推荐熊梓淇和王博文带来大热的影视金曲《Last Dance》。是将你眼睛闭了起来，可以慢慢滑进我的心怀，无形中的